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鱼子酱。在近段时间呢，有相关之前媒体在网络上爆料了一组有关不老女神邓文迪的动态。该动态信息显示，邓文迪女士和她的前夫默多克离婚已经六年，但在这第六年呢，邓文迪女士又获得了来自默多克的两百六十亿财产。 一九六八年，邓文迪在江苏省的徐州出生，原名叫邓文格。他的父亲是广东东莞人，母亲是山东济南人。家里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呢很严重。当他出生的时候，整个家里都非常的失望。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气氛呢，父母呢却特别重视对他的教育，而他自己呢也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 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很不好，可以用贫穷来形容。一家六口人呢挤在一个不到五十平米的小房子里，每天吃的饭菜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连肉都没有吃过。虽然那时候父亲是知识分子，并且在后来呢还做过厂长，但对家庭的经济似乎没有过多的帮助。不过呢，让邓文迪更为在意的是，他总是家里那个被忽略的存在。 十五岁的时候，邓文迪呢还在徐州市第一中学念书。他们全家因为父母的工作调动要迁回广东居住，然后呢，他的父母呢只把他自己留在了徐州的家，这让他强烈的感觉到了自己并不被这个家所爱。邓文迪呢在这样不公平的家庭环境下更加的好胜，他决定要好好读书，不仅要得到家人的认可，还要自己创出一片天地。 当时呢，在外人看来，邓文迪非常的早熟，每天的作息安排的井井有条。他不仅会自己做饭，而且呢，上学也不需要家长接送。除了上学呢，就是在那里默默的看书。其实呢，邓文迪的内心是很叛逆的。一九八五年，他顺从父母的意愿呢，考入了广州医学院，但内心却非常的抵抗。 所以在学习普通课业之余呢，他发奋的学习英语，希望能够逃离这个禁锢他的地方。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十八岁的他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两个人。那时候他还在广州学医，趁着学外语的机会，他认识了来自美国加州的一对夫妇杰克和他的太太琼斯。 非常的擅长沟通的邓文迪呢，还有着很高的情商。一来二去之下呢，他说服了夫妇资助他去美国读书。一九八八年的二月份呢，在杰克夫妇的帮助下，邓文迪呢获得了转学签证，并进入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学习。对于邓文迪呢，这对美国夫妇非常的用心，他们让邓文迪和自己五岁的女儿住在一起，并承诺会资助他完成学业。 就这样，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琼斯呢发现了一件令他伤心不已的事情。他发现了邓文迪和自己的丈夫在宾馆里私混留下的照片。当时呢，琼斯火冒三丈，立刻对邓文迪呢下了逐客令，让他马上离开自己的家。而邓文迪呢，当时也并没有任何的解释，立刻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就走了。但是呢，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杰克先生。 那时候他已经无法自拔的爱上了邓文迪，就这样，杰克和太太彻底决裂，两人的婚姻呢就这样被邓文迪夺走了。一九九零年的时候，二十二岁的邓文迪和五十三岁的杰克正式结婚。不过呢，这个老少配的婚姻呢，只坚持了两年便草草的收场。而邓文迪呢，却顺利的获得了美国绿卡，结束了一个看似计划性的婚姻。 在邓文迪正考虑如何走下一步的时候，Gary 呢非常准时的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这个男人和邓文迪的年龄相仿，两个人呢有着更多相同的话题，而他呢也被邓文迪强烈的吸引着，并且呢心甘情愿的想要帮助他完成自己人生中的阶段性成长。 当时邓文迪希望去耶鲁大学深造，而 d a v r y 呢，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金钱上，都全力的资助他。有了 d a v r y 在自己人身上的投资，邓文迪呢，在一九九六年从耶鲁大学商学院顺利毕业，并获得了 MBA 学位。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他仿佛特别明确下一个目标是什么，而机会呢，也总是不吝啬的出现在他面前。 就在毕业的这一年，他选择了回到香港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自己出身大陆，并且呢享受到了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相对于香港的环境氛围呢，他再适合不过。于是呢，他马上购买了一张飞往香港的头等舱机票。 正是因为这张头等舱的机票，让他命运似的遇到了默多克新闻集团的董事布鲁斯。邓文迪呢，又发挥了他超高的情商，一路的旅程攀谈后，他顺利的获得了星空卫视的实习机会。不仅如此呢，工作一年的邓文迪又幸运的在公司鸡尾酒会遇见了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本人。 其实呢，对于这次的巧遇，他着实的计划了一番。他假装呢把酒不小心的洒到默多克的身上，从而呢两人有了可以沟通的契机。而默多克呢也对这个能够无畏自己并能够侃侃而谈的亚洲女性非常的感兴趣。 两个人呢一聊就是两个小时，让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的羡慕。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正巧呢赶上了默多克到中国出差，急需一个陪同翻译，邓文迪呢则成为了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经过了彼此更紧密的相处，两人呢逐渐散发出浓浓的爱意。一九九九年的六月二十五号，默多克呢和自己相处了三十一年的妻子安娜签署的离婚协议正式生效的第十。 七天，他和邓文迪呢，在停于纽约港的私人游艇上举行了婚礼。一路走来，他又一次进阶成功。默多克呢，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自己和邓文迪的情感经历时说：“我追求她，她拒绝了。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她嫁给我。”身为新闻集团董事长的默多克的人脉，可想而知。 通过他，邓文迪结交了很多有名望的人。这些人呢，不仅包括商界，还有娱乐界、政治界等非常多领域的精英人物。在不断的拓展自己人脉的同时，他还踏足影视界，并以制片人的身份呢拍摄了《雪花秘扇》。 这部影片呢，是以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小说为基底拍摄的。该影片呢，在中国上映的时候，仅仅两周的时间就获得了三千二百二十万的票房收入。 不得不说呢，邓文迪在事业上呢有着很好的商业头脑，在艺术造诣上呢也有着过人的眼光。默多克呢在多年后也评价邓文迪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商人。二零一零年全球十大超级富豪太太完全榜，邓文迪雄踞榜首。因为默多克的前妻安娜对邓文迪充满恨意，所以在丈夫和邓文迪还未结婚的时候。 他就写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财产约定，除非有孩子，否则邓文迪呢不会拿到一分的财产。那时候默多克呢已经六十八岁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孩子的。 不过，聪明的邓文迪呢，却让奇迹发生了。他用试管婴儿的方式打破了这一纸法律约定，他顺利的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女儿，给自己呢换来了更多获得资产的机会。二零一三年，邓文迪呢还是和默多克离婚了，原因呢据说是因为绯闻。而离婚后，邓文迪呢得到的是北京的一套四合院以及美国的几处房产。在外人看来，这些钱呢只不过是默多克资产的九。 牛一毛，他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但光看这些房产呢，已经让普通人望尘莫及了。只不过相对于邓文迪所处的环境，不算是太大的收获。对于如此的看重物质，邓文迪呢，也在某次采访中坦诚的表示：“我觉得我从小在中国长大，因为很贫穷，然后很辛苦。” 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方面，邓文迪呢也受到了自己父母严格教育的影响。他不仅一次在媒体上袒露自己的生长环境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因为对自己是女孩子很是失望，所以会对自己非常严格。他们期待自己能像男孩子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成功。说到和默多克的离婚，据说在婚后默多克呢越来越不能忍受邓文迪的性格。 非常直接的邓文迪呢，经常直接指出默多克的错误，并且呢，有时候甚至不留一丝情面。在邓文迪的保姆回忆录中记载，某次邓文迪居然在公众场合大声地批评默多克。 默多克对此呢非常的不满，对于绯闻呢，还是英国媒体的爆料，是因为一次乌龙的邮件事件，邓文迪呢由于失误，把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好感的邮件发送给了默多克，才让他知道了邓文迪早已变心。 不过呢，一切的纷纷扰扰，貌似呢已经过去。如今五十二岁的邓文迪与鲜肉们玩的依旧很快乐，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着重于自己想要的事情。离婚仿佛呢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除了疯狂的媒体炒作，对于他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影响。离开了婚姻的束缚，他仿佛呢过得更自由、更潇洒。好了，今天八卦鱼子酱呢就先播送到这里，有喜欢我们的朋友，请记得点击右下。 点订阅我们的频道拜拜，明天见。